高高已经三十岁啊，啊，伊是毋是？毋是。文哥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入去。无啦，妈，啊，这阿妈就是我顶下甲你。我叫你入去，你无起来是？入去，进去啦。文哥，媳妇，文哥讲伊已经三十岁啊。我若照这时间甲算起来，伊肯定是文贤的后媳妇。不是不是，我已经讲过不是啊！文贤囡仔早就无去，你莫再来搅扰我好无？媳妇，我一直在忍耐，我嘛无想要来搅扰你，也毋过这件代志。伊关系到阮陈家，你莫再讲，陈家跟我无关系，我无想要听。小女士，我知影，爱你过去面对着过去的痛苦，是一件真残忍的代志。你唔肯承认，我咪当理解。啊，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啦。我希望你会当听你我甲阮阿哥的立场吼。歹势，请你回去。媳妇，切！陈文豪也是真出名的大企业家，你哪来找伊？伊带伊阿哥来做啥啦？干安尼？因甲咱到底有啥物关系？那有啥物关系啦？啊，伊叫做陈文豪。陈文豪。陈文豪甲陈文贤啊，差一个字。这个陈文豪甲我亲生爸爸到底什么关系？伊两个是兄弟啊，对无？不过你昨唔甲我讲，你想要搬厝？我是明讲，我亲生爸爸那边的人要来找我，这代志拢是真实的。
你即摆已经知影，啊，你有真拍算？这件代事若是在半年前，我想拢免想，我会直接飞过去。啊，不过即摆我着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我也考虑到爸伊的立场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王文光。你好。啊。啊。好，好啊。什么所在？我在那边睡觉。文光，是谁靠你？等问好了，由我来伊的办公室见面。文康，你莫去啦。妈，我跟你讲过啊，闪避也不是办法啦。而且即卖已经知影讲咱的身份啦，咱若避开歹甲因见面，早晚因会找去霸爷。恁爸爸伊最近受的打击已经真大，伊若知影，伊一定会袂堪的啦。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家己一人处理这件代志？绝对袂用让伊去交流的吧。这个囡仔吼，伊也真正派，也真诚实，伊无理由甲咱骗吧？伊已经讲答应要来啊吼，应该袂变卦啦。想袂到我恁大兄骨肉生过这么健在，若是真正讲会当赶紧等下认祖归宗哦，这就是咱祖家有保庇啦。我头一摆看到伊的时阵啊，都感觉咱熟识啊熟识，敢若是家己的亲人同款。既然是哦，阿兄的亲骨肉吼，我相信伊应该会答应倒转来认祖归宗。这是咱的愿望啊！唔知天公伯哦，有要好咱无？总裁，王先生来找你。哦，紧叫伊入来。阿妈，陈总裁。哎呦，唔是唔是啦！我是恁爸爸阿姑，你都爱叫阿姑伯，唔则对。对啦对啦，我是恁爸爸的小弟，啊，你唔都爱叫我阿叔则对。嗯，哎呦，无要紧无要紧，顺其自然，慢慢啊来，吼。以后时间啊，足长足长嘞，都要慢慢啊叫，吼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坐坐坐坐坐。文公，既然你来啊吼，就是给阿叔面子。那呢，我就有话直接讲。我差不多会当肯定，你是阮陈家的骨肉至亲。尊公，我是陈家的至亲骨肉。那呢，为甚个代志经过三十年啊，恁到即马才想要来找我？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我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管是好也是甜。尊公，我是陈家的至亲骨肉，那呢为甚个代志经过三十年啊，恁到即马才想要来找我？就是安尼啦，恁阿公甲阿妈吼真早就往生，恁爸爸甲恁阿叔吼是高伯吼甲青阳大汉的，为着要教育因两个吼，我对因两个外严格嘞，所以讲恁爸爸吼去日本留学的时阵，甲恁妈妈谈恋爱，嘛惊高伯知影。那恁你是要确定讲我就是陈家骨肉？
伫个三个月前，我个姑仔性格，伫个国外读书啊，去唱水时阵来发生意外过身去。你这个结拜小弟，伊平常时啊，在生的时阵就是爱看册，嘛爱收集一挂旧册。恁姑婆伫个两礼拜前，拍算讲哦，要甲伊遐所收集遐旧册啊，甲轻轻的整理一下，全部要甲捐予这个图书馆。伫迄个时阵，煞无意中啊，我捡到一本册。内面夹一张三十年前林爸爸所写的字条啊，我们才知影讲吼，林妈妈的腹肚内底有你的存在。我精神是感觉真奇怪，我就赶紧去整理遐册架啊。出去发现到一本册，还是当作。好敢知啊！恁爸爸所留的字条内底啊，有吴新平的名啦。若无讲哦，敢若要扣一个血粉两字吼，真正唔知要哪个册，要去通问啦。你哪会识吴新平？伊是甲恁爸爸做伙伫日本留学。林爸爸过身了后，就是伊带我过去处理林爸爸的后事。啊，阁有啦，你看这相簿啊，你看这相片，你看，这就是恁爸爸细汉的时阵，你看，你的皮嘛，虽然甲伊同款同款，啊，阁有一张嘛是同款，对无？你看，这形体，你看。即个人证明讲你是当家的骨肉啊！文哥，假使讲你若是唔相信，啊，一个当才甲你做伙去验 DNA， 我相信即摆科学哦，会当证实着咱的血缘关系。免啦。其实我早有知影讲，知影讲我唔是我爸亲生的，我嘛知影讲我的亲生老爸叫做陈文贤。其实这个代志，我嘛早就甲我讲起啊。早就知是安怎呢？唔得个认错归宗啦。失散三十年，是阮对不起你。虽然我唔是王家迄面啊。啊！不过自从我出世迄天开始，阮爸就将我当作那像像伊亲生囝同款，伊请养我、栽培我、送我出国读书。虽然无任何一点仔血，啊！不过我已经认定讲，伊就是我的亲生爸爸。我真正找无任何理由会当说服我家己，转去一个我无任何感情的家庭。认错归错，你讲真是这个良心，我好蛋糕无孝顺，不过你确实是蛋糕骨肉，这是事实啦。文公，
无你唔着讲看卖咧？你到底爱阮安怎做？你才肯倒转来？既然即摆我知影讲，我甲陈家有血缘关系，我若有闲，我一定会转去看你，甚至转去拜陈家祖先。啊，不过我是王邦雄的后生，这是事实，我嘛无想要改变。不过，你敢真是这么忍心？你真是不知阮的心意，忍心要阮大家全孝顺。不过，恁敢忍心看到阮爸，伊失去伊的事业了后，佫失去伊的后生？只要你肯答应倒转来认做鬼宗，阿叔会当无条件支持王邦阳将海邦摕倒转来。海邦是阮家的，阮家己会想办法摕倒来。而且我相信，就算你用十个单时韩文跟阮爸换我，伊嘛绝对袂答应。不够。这么大条，那我到底讲一讲，讲一个时间走入去幼儿园，这就表示咱的一段亲情，一段恨。无论经过多少年，也永远是挂袂断的。有闲我再过来看你啊。不过我希望。你最好无啥代志，莫去阮家，较袂去搅扰到阮爸甲阮妈的生活。就等你看。恁爸爸过身了后，也无留什么手尾给你，你就把这当作纪念，给你保管。老人吼，你拢无讲话，是心情真烦恼。我是毋知变安怎讲。我知影即阵仔你为着海邦的代志，一直拢无笑容。我想要甲你斗三工，不过嘛毋知要为底做起。总共也是需要上的问题，总是有解决的方法啦。啊，上惊是讲。慧文，准讲即摆雄雄有人出面来认亲，讲你是伊的查某囝，你安怎处理？你来忽然间问这个问题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毋捌见过你的爸母啊，若是拄着这个问题，你安怎想？细汉的时阵，真欣羡别人有爸爸妈妈，
大汉了后，想法比较较复杂。会想当初伊是安怎无爱挃我？假使有人出面要来认我，我会有足侪足侪疑问的。啊，毋是，我会有足侪足侪怨叹的。哎呀，我嘛毋知影我会有啥物反应，是应该欢喜，还是悲伤？敢讲你拢袂想因，袂想要甲因斗阵生活？即摆问这袂准啊！这种失常的情景吼是真歹暗算的。总共一句，我无想要改变我的生活。那是安怎？可能是因为我有你啦，你让我感觉真安定、真快乐，在你的身躯边。我嘛感觉真有安全感。亲人若忽然间出现，我唔知伊的个性是安怎，嘛唔知影甲因斗阵会来无。哎，你哪会这么定睛问我这款问题啊？我亲生老爸那边有一个姑婆甲阿姐，因找着我，我甲阮妈拢在烦恼，讲阮爸若知即件代志，伊敢无都接受？你敢有想要倒去伊的身躯边？人就是这么矛盾啊！尽管伊无来找我，我一世人有因无，对我来讲拢无差。啊，不过即摆我已经甲伊见过一面啊，我知影讲我甲伊有血缘的关系。所以我就知影讲，因有迄种期待圆满的愿望，还佫有无奈，我心内就感觉足袂平静。你是咧烦恼啥？是失去，还是得到？不管失去还是得到。我拢已经受到影响啊！我甲陈家一点仔感情拢无，我全部的记忆拢是伫王家。在我成长过程中，我文忠、文玲、文爸，还佮有二娘，即马佮加一个尤丹。虽然讲过程中有淡薄仔无爽快，不过我嘛无想要失去。既然你已经想清楚啊，就莫阁想啊，无需要为着这种代志吼来受着干扰啊。不过陈家无好事啦，我知因做积极希望讲我都回去认祖归宗，我无好人啊，我是陈家的子孙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你知影无？丁仁刚来幼儿园，明天跟囡仔迄个阿妈，伊就是我的姑婆。那会这尔多好？人你讲生的车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点。我会当感受到我的姑婆甲阿叔，因对我的诚心，我嘛足期待这份感情的。啊，不过。我真正想袂出来，讲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袂去伤害着王家的人。尤其我必须要去尊重着我妈伊的感受，甲伊的立场。文公，我问你哦，你姓王甲姓陈，敢会影响咱两人的感情？当然袂啊，不管我姓啥。拢袂改变我现有的状况，我对你爱永远拢袂改变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家己去找烦恼嘞？我即卖咧担心的是啊，阮阿姐拜托吴新平找我，即卖阮阿姐已经叫吴新平治疗啊，我是惊讲吴新平
会甲我这甜条条想空想芳想要利用伊。我根本就无咧烦恼这个姚阿金将替王邦阳出庭作证。德三，啊，你跟我应对的方法啊？当然啦，我早就甲你提醒啊，这个姚小金将的吼，你免去无防伊啦。我既然有这个本事，可以做总经理，我就有这个把，可以无在条出卖我。你想要出卖我，较早困就靠面，我穿便便的等。这拢是伊伫海邦啊，乌写十字的证据。死狗，我甲这个证据提法官，我看要安怎告？告？告敢若有咯？当然，卖遐尼可惜啦。刚讲这个证据，你着发大堂翻身心啦。讲甲你捌啦，喙手好拍干啦。天机不可老泄，是讲啊，我着凊彩讲一条啊，互你鼻芳者啊。伊若真正敢出庭，我把这个证据交代律师出庭，提予法官，就讲伊伫个公司乌西食钱，我抓到，我赶出海邦，心生不满，所以替王邦阳做伪证，要来逼我离开海邦。啊，若录音带啊，哼，佮讲落去啊，一挂撇步拢还你学了了，是讲啊，这无重要，重要竟然是恁两个啊，土地买卖代志佮处理好势。海邦的钱，赶赶来，咱走来去国外，无在条有人对咱安怎？吴先生，走，我讲啊，是不是客伯用心计较，让你甲恁阿叔，啊甲恁姑婆小人，啊专门要来甲我说多谢是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啊？让恁尽做归宗啊！文公啊，你即摆已经找到亲人啊！咱客伯客囝联手，在恁阿叔的支持下，咱共同来对付王邦阳。我相信我独个海邦好好经营起来。好啊，我会当肯定跟你讲，无任何代志会当破坏我甲王邦阳爸仔囝的感情。哼！你阁即摆还阁咧笑，想讲海邦以后会传乎你心？你卖憨啊啦！以后坐大位的，依然是王文忠。你免阁生言受语啊！海邦将来大位传落去，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卖掠准讲，你饲这两只狗，替你做一挂违法的代志，你就会当将海邦灭掉。只要阮一家人心肝扣做伙，阮绝对袂让你趁你的心。文公，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，我甲你保证。你以后的成就不只是海邦而已。尊公，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嘛会当向你保证，你后半世人才袂在家乐内面过。你好好考虑清楚。也阁有，莫阁想要利用单氏行阮啊！阮是一家人，我袂中计，阮阿叔嘛袂中条。还阁有恁两个，海邦有钱，毋是遮尔好吞的。甲吴新平这种人合作，到时阵恁要吞也毋是，吐也毋是，恁就艰苦啊。阿生，我苦劝你一句话：，爸仔囝是无一定共命，用早回头，到时阵哦，才免去坐牢。德三，王文广的身世到底是安怎？文广的阿叔是汉文大王陈文豪啦。这个陈文豪有一个高后生，前一阵仔伫国外出意外，出来夭寿去啊。所以陈家才急要找找流落伫外口的骨肉。这个文广是生意囝，佮捌做过海邦的总经理，尤其是这个王阿邦雄，免费替人栽培这种人才。陈家敢要急要把人带回去是？
文公因若接到陈文浩哦，哦，我真正一人一款命，啊好歹天注定。啊文公转富贵命，生的样的，迄啰尻川斗平拢好野人。哦，迄是，迄是王董的。啊，假使文公若是用陈家这财力来帮助王邦荣将海邦摕倒转去，唔敢讲你要搁予文公甲陈家人相认上。先人自有妙计，代志若参像你所想的遐简单，我都毋是叫做乌心病啊啦。你爱的人若毋是阮，谁谁着爱我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真。人讲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切拢是命的安排。你是吴新平的养女，我是伊的客囝。你是王邦雄的亲生查某囝，我是青阳大汉的。这拢不是咱我都选择，我都做主的。听你安尼讲，人生敢若是乌白。是啥代志，予你这么感慨？予你来这，甲我讲人生的大道理。我选择甲我这世人上爱的人结婚，有伊的囡仔，我真欢喜啊！我感觉我的人生真丰富，对养女找到我亲生爸母。雄雄，有这么多兄弟姊妹给我关心，还有四个妈妈疼惜我，我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气。这么想不开啊？你哦，就是想多事情都放在心肝里，才想不开。我当过心脏的大手术，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活过来，我不知道。现在，亲像是顶出事。所以真侪代志，我一定拢想会开啊。那安尼，你当阵为啥要等去认错归宗啊？你是啥物款的动机？是爸爸感动我，伊是真正关心我。伊无参像我身边安尼虚情假意。爸爸嘛，给你当作是亲生后生啊！你是王家的长子，这是大家认定的事实。你敢袂当较开朗的？我听细芬讲，你亲生爸爸那边有人来找你，是不是因为安尼，你才会问我这问题？我都要跟伊见过面啊！真的是安尼哦。我到了阵，是吴新平为了了乱乱，才会制造矛盾，伫了风声崩影。我即摆就是家己讲无主张，我想讲，你捌拄过这种代志，毋才想讲来问看你的想法。我拄开始嘛是袂当接受。啊！不过我的亲人拢是早就识识亲近的人，所以真紧就当融合做伙。你的情况跟我无同款啊，所以我刚才会当讲我家己感觉。重点是你家己，你敢想要回去伊的身躯边？我敢一寡感情拢无。啊！不过亲人永远是亲人，血缘关系是永远拢挂袂断的。我亲生老爸姓陈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
是啦，我甲文广见过面啊啦。新平兄，你放心啦，海邦的股票啊，伫这个时阵我袂脱手啦。是啦，找一个机会再搁见面。再见。是毋是学堂书记卡来？是啦，伊是咧烦恼讲，咱甲文广见面了后，我会将海邦股票甲卖出去。当然是讲话算话人，我叫伊免烦恼啦。我即摆上烦恼的，是文广是毋是肯当咱当家？阿哥，即款的代志哦，你赶紧嘛无效啊。事实上，咱吼也毋捌甲伊做伙生活过，而且这三十年，咱也毋捌饲过伊一天啦。伊的拒绝吼，迄嘛是有道理的啊。阿弟，你看文广这个囡仔有啥物看法无？当初咱咧找淑芬的时阵，我心肝内是安尼想啦。假使讲阿兄这个囡仔毋是一个生理囝。将来要甲陈氏行运全部交代予伊，我嘛会烦恼。想袂到文广是这样仗仔的囡仔，只要肯答应倒转来，我会将所有的事业交代予伊。剩落的时间哦，我来陪阿哥好好友好哩。当王家这样栽培伊，嘛家己当作是亲生囝。唔知我都讲将这么大公司交予伊，我甲文广这个囡仔应对进退有条有段，我想伊无可能放弃王家，倒来咱陈家。这一点我冇想过啦。假使讲文广是伫一般的家庭，有一寡代志啊，用钱就会当解决，其实万免遐尼麻烦啦。偏偏因老爸是王邦雄。王家无欠钱啦，确实是无好处理啦。不过吼，王家目前伫事业上有危机，确实讲咱来当斗三工，替解决目前这个问题，无的确会当培养着咱甲王家的感情，甲互相的关系。要那安尼吼，做会到，咱尽量做好到。求嘛，爱去求文广倒转来咱陈家。够你放心啦。我会啦。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谁著爱阮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。不管是苦也是甜。我已经三十岁啊，阿姨是不是？不是。丁爸爸伊最近受的打击已经真大，伊若知影，伊一定会袂堪的啦。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家己一人处理这件代志？绝对免让伊去交流着吧。世代，敢会影响咱两个的感情？不管我说啥，拢袂改变我现有的状况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家己在找烦恼嘞？重点是你家己，你敢想要返去伊的身躯边？无讲一声再会就离开，阮的心肝像针灰，日日夜夜流着伤心的情泪。
文哥。妈。你等，你来去遐久啦？啊，你见到陈家的人，结果安怎？啊，因是安怎讲？因是咱讲啥啦？当然是希望讲我等认做袂错。啊，你敢有答应伊？我若答应伊，我是毋要对爸交代啊。所以，你就拒绝因咯。我即摆想起来，我感觉我家己出站点的。安怎讲？即个我甲因见面啊，我才知影讲我有一个结拜小弟，叫做陈信杰。你三个月之前因为意外来过身的，即摆姑婆甲阿姐，因将传单家乡火希望拢寄托在我身上。不过我煞一声都拒绝。你会感觉残忍，俺是毋是表示讲，在你的内心，对因还是有感情的？我定着是因为我的身上拉着陈家的血，所以只要我看到陈家的人，我就有一种真特别的感觉。虽然你身上拉的是陈家的血，阿哥文哥，你唔通忘记，你是食王家水米大汉的呢。这就是我感觉真矛盾的所在。我伫家己认定讲，我是王家的子孙。啊，不过我看到陈家的人，尤其我看到爸的相片，那是爸少年的时阵的相片啊。另外一本书，是捌看过的书。啊，这个姑婆就是在一本书内面发现一张纸条啊，你才知影讲有咱两个母子的存在。妈，姑婆讲哦，我的皮白嘴。甲爸生啊做同款的，我家己看这相簿啊，我嘛感觉讲哦，我哪里看我家己？拢经过30年啊！你即摆看到伊的相片，你搁会哭，就代表你根本无将伊放袂记。其实，你甲恁爸爸是同一个母仔养出来，我若看到你，一定看到伊，哪有可能甲伊放袂记？妈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不是应该答应你回去啊？不行，恁爸爸伊袂答应。妈，我是要问你的意见，你先莫想爸想下好无？我甲恁爸爸30年的阿仔某，我当然嘛爱考虑伊的想法。总共爸也同意，你敢会让我回去？